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新时代背景下，中国砂石骨料行业如何绿色高品质的发展，成为整个行业不断探索的方向。而在浙江余姚，在这崇山峻岭中，就有着这么一条代表着环保、智慧、现代和绿色的精品砂石骨料项目。余姚年产412万吨精品砂石骨料工业园，该生产线由石邦集团为宁波交工矿业有限公司定制设计，车间采用全封闭生产，采用多级破碎工艺和智能化的生产运营管理系统，不仅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，还有效地降低了物流人力成本，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。物料通过 C6X 恶式破碎机完成粗碎作业后，由 HST 单杠圆锥破和 HPT 多杠圆锥破进行中细碎，最后由 VSI6X 冲击式破碎机进行物料整形制砂。中细碎和制砂过程中，成品骨料由 S5X 振动筛分，并通过传送带输送至成品料仓，通过智能装车系统装车后发往各地区。23042005年在浙江提出的，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浙江都非常注重矿山的绿色环保高品质发展。我们余姚矿项目筹备时走访考察了很多砂石骨料生产线，但是总体并没有达到预期。后来在众多的方案中，我们选择了石邦专业的方案，事实证明现在我们的生产线确实是周边最好的。我们生产的产品除了提供给我们自己管装PC 构建公司外，还满足了周边重要项目的建设需求，比如中国首条智慧高速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1期项目的建设，杭州湾大湾区项目建设等，为“十四五”开局新基建贡献我们的力量。